我的名字是林瑞恩。今天我要煮的食物是 Glamorgan Sausage， 它是世界二战威尔士人发明的素香肠。这是我请妈妈帮我用奶油和香料炒过的蒜苗。这是泡过的奶酪。这是面包屑。面包屑是用搅拌机搅的，我们可以用奶油、橄榄油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揉成香肠的形状。炸到金黄色很好吃哦。很好吃，你们也要试试做。